男人强吻女人的时候，为什么女人一般都不会拒绝？今天啊，我就把女人的这点小秘密告诉你了，我也不怕挨骂了。那你先给我点一个小红心，我再来告诉你。第一啊，就是女人的心里有一种满足感，她喜欢霸道的男人。第二呢，就是女人表面上很拒绝，其实她的内心啊，早就已经接受了。第三，就是害怕伤害男人的自尊心。其实真相啊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她早就已经喜欢你了，早就在等你下手了。但是啊，你要注意一点，这一点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就是你们接吻以前啊，一定要保持口腔清新，别一张嘴啊，就是一股子烟味儿、大蒜味儿的。你说哪个女人会喜欢呢？青山鸟飞绝，有招你得学。就是现在很多男人啊，他们出门以前呢，都会随身携带这个口腔喷雾，液体的质地啊，能更好的渗透口腔，不需要你二次漱口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支啊，真的很方便。细腻的喷雾啊，能更好的填满口腔，它的味道呢，也是很多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的那种淡淡的薄荷香味儿。最重要的是啊，用完之后舌头还凉凉的，你在约会之前呢，一定要提前用上它，它的这个味道啊，真的会让你身边的女人特别上头的。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，他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里淡淡的香味了。有哪个女人能抗拒得了这种柔情的蜜吻呢？赶紧安排上吧。